一的时候都没有红领结啊。这是唱歌那个吗？这个不是。让我们当起床。让我们当起床。红领结，专业不一样，它是分。什么？对，什么专业不一样？什么专业？红领巾是专业。他是环境艺术设计。服务生。那咱先生，服务生。服务生。说这一会儿再说这个红领结的事儿。来帽子吗？哦，要。对。哎，挡着我了。挡着我了。一二三，妈哟 ，OK。好，无所谓。这最关键了。但他最后我们去吃饭的时候，相当于没有，他整个挂了，都换衣服了，都换衣服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刚好摔到了椅子上。正常的，完了，插在一块儿，然后他一直在摸姐姐的手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好腻歪呀。没事包括脸上享受的贴着脸他说的这个意思是开房是吗？对，本来我都订了酒店，就是开房啊，就是完事以后俩人去酒店住了。我天真的以为就是万万不是他好坏不如万给我留魂。哎，你要冒这么多危险啊？可以的。保证我的安全，保证我的危险，保证我的危险。来来，再来一次，来来，姑娘回来，来，两姑娘，然后不是我刚想，我干嘛要提问？我刚想圆回来嘛，真的是，就是太过紧张，所以说错了。来，再来一次，来。戏里面的，然后你们就是全力一点就好了，你看你们戏里面舒服。看你们戏里面舒服。来来来，来，结束了，来，来啊，随便看，没有。